有4000平方米或者以上呢，那些的業主呢是可以即是跟政府商議去即是發展這個他的土地。這個決定呢你做的時候呢，有沒有看過究竟在新界東北的發展區裡面有多少這些這樣的土地的呢？是主席，我哋冇去睇每一个土地嘅拥有人嘅关系，亦都冇去将佢嗰个所拥有嘅土地面积作出任何比较。唔系，我唔系问呢样嘢，我唔系问你关系，唔系问你比较，我问你有冇睇过有几多呢啲咁样嘅土地系由一啲公司好、个人好，即系一个业主拥有，系超过4000平方米，有冇睇过？冇。即是说你定这个规矩的时候呢，你是完全不知道究竟呢这块土地上面有没有人拥有超过4000平方米土地的。我们以规划的原则去做这个厘定。好啊，基本上刚才所要求问的议员呢已经基本上去到146字的了。那我们希望呢大家都是要問的，我不是說不給大家問，不過已經很多問題呢基本上是有相當多，政府答完之後未必是滿意，但是再問的話呢都是一樣的結果。所以我告訴大家，是不是應該作一個適量的大家的控制啦。我現在不是說給還是不給的問題，希望大家盡快問完以下幾個問題呢，我們進入到下一個項要解決的是同一樣呢一個項目嘅，好冇啊？咁我而家就喺度咧，希望就一二三四五位啊，毛孟靜、張超雄、梁國雄、陳米業同劉偉興議員嘅。好，先係。